下面有请舞蹈协会会长孙念如和副会长于云飞带来的拉丁舞表演。意气风发，目光坚定，角落游龙，这样的于云飞还是第一次见。哇，我好爱，这也太性感了吧，厉害吧，这是我兄弟。啊，兄弟，我说的是孙燕如学姐。哎，是吗？那你不觉得我兄弟跳得也很性感吗？男的，你让我怎么觉得呀？是他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找云飞？云飞不在吗？刚刚也有人找他，现在估计已经走了吧？啊，走了？哎，你不觉得那个男生很帅吗？头发长长的，很有型哎。走了不和我说？不可能啊！发消息也没回，算了，打个电话好了。我让你放手，我就不放，把电话挂掉。这个声音，啊！喂，干嘛？你对我兄弟做什么呢？啊？怎么又是你？我没事，哥。怎么可能没事啊？你都被你这老同学非礼了。谁说我只是于云飞的老同学了？你几个意思啊 ？EX，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啊 ，EX， 为什么于云飞没和我说？他也不反对的样子。就算你是他的 EX 都不行，都是 EX 了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不是，你是谁呀？我和于云飞的事轮得到你来插手吗？哪位新欢？你给我闭嘴！婉成，你先走吧，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。啊？自己解决？对啊，我是成年人，可以自己摆脱麻烦的。不是说好的我来保护你吗？你又要把我推开吗？你没听到吗？云飞都让你走了。那这不是和上次一样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云飞。啊？你的保镖走了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我为什么会笑不出来？你要知道，我敢亲你一次，就敢亲你第二次。那你来啊，多少次都一样，多少次都回不到从前了。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被全班欺负的时候，你迷茫的时候，你孤独的时候，是我。然后呢？我是不是要对你感恩戴德，乖乖听话，然后任凭你给我戴绿帽？于云飞，我不相信我们三年的感情。你别过来了，在我这里绝不会有第二次机会。所以学长，啊，不，引流，离开我的生活。 OK？ 我要是说不 OK 呢？抱歉，没有这个选项。烦躁，那个人原来是云飞的 EX 吧？他一而再的找云飞，到底要干嘛呀？难道是复合？哎，算了，反正云飞根本就不信任。你好，我叫于云飞，拉丁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怎么，觉得我眼熟？哎。为什么满脑子都是云飞啊？走开走开。婉成，你还没好吗？还要上厕所。婉成，你洗澡的时候想什么龌龊的事呢？辣眼睛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辣眼睛啊？溜了溜了，我去隔壁上厕所。不是，这是为什么呀？